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奥斯卡，感谢粉丝们让我进入到了这个赛段，然后就是谢谢粉丝，谢谢我的创始人们把我送到了我一个想都没想到过的位置，然后我会继续努力完成我下一个舞台，去给你们一个更好的一个交代。现在我要给你们兑现我当时给你们的承诺，就是做模仿一些表情包。样子 OK， 第一个OK， 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哦，我坐不住了。叮，饶了我吧。最后周围拿手机了呢。哇。下次我要学五种动物的叫声，如果各位创始人们想看的话，就请为我撑腰吧，谢谢大家。